Baby Bus， 宝宝修车店，欢迎来到琪琪的修车店。我的车冒烟了，快来帮帮我！别担心，我来帮你看看。电池没电了，先给电池充个电吧。选择正确的液体，倒进箱子吧。你真棒！你能把齿轮装上去吗？好棒哦！哇，我的车修好了，你真厉害。车内乱糟糟的，你能帮我整理一下吗？这个就交给我吧，汽车里面不能乱扔垃圾哦。呀，好脏呀，快擦一擦吧，喷点空气清新剂吧。哇，好香啊！给车子换上好看的装饰吧。太酷了！哇，好干净啊！谢谢你，琪琪。嗨，琪琪，能帮我的车打扮打扮吗？没问题，抱在我身上。这个车子好酷啊！选的轮胎真漂亮，好漂亮的车灯啊！这张贴纸好好看啊！哇，好漂亮的汽车啊，你真棒。我的车开不动了，帮我检查一下吧。别担心，我来帮你看看。好棒哦，好棒哦，电箱修好了，快给汽车充电吧。哇，我的汽车又可以开动了，太谢谢你了。我的车轮胎坏了，能帮我换个新的吗？没问题，我们把螺丝旋下来吧。给轮胎装上新螺丝吧。轮胎装好了，打个气吧。轮胎换好了，你真厉害。我的车子好脏啊，帮我清洗一下吧。这个就交给我吧。车上有好多细菌啊，快赶跑它们吧。车子清洗前要先涂上泡沫哦，把泡沫冲干净吧。车子洗好了，快用抹布擦干吧。哇，车子变干净了，谢谢你。宝宝修车店。大家好，我是琪琪，我是喵喵。今天我们要变成太空人，到月球上探险哦！哇，那我们快点出发吧！
火箭发射上太空，飞向神秘的宇宙，到宇宙。太空人，我是小小太空人，太空人出发了，坐上火箭出发了，出发了，跟着我按下按钮，轰隆隆，火箭发射上太空，飞向神秘的宇宙，到宇宙。到宇宙，迈开脚步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停下来看看远方是什么，是什么，是星球，它有蓝色的海洋，还有绿色的森林，一颗美丽的星球，是地球。你们看那一片雪白的是哪里呢？那是冰雪的世界，是南极。到宇宙，迈开脚步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停下来看看远方是什么，是什么，是星球，它有蓝色的海洋，还有绿色的森林，一颗美丽的星球，是地球。哇，今天奇奇妙妙成功探索了外太空，我们一起颁个奖章给他们吧。妈妈很忙，不陪我玩。小福很难过，我们来帮帮他吧。先帮他把眼泪擦干净，然后带他去找妈妈。小福，妹妹还小，需要妈妈照顾。妈妈爱你们一样多，和妹妹一起玩，好不好？妹妹开心，我也开心。小朋友，妈妈没空的时候，可以和弟弟妹妹一起玩哦。我不要上幼儿园，我要妈妈。琪琪很难过，我们来帮帮他吧。先帮他把眼泪擦干净，然后带他去玩好不好？幼儿园可好玩了。小朋友，幼儿园可好玩了，还有很多小伙伴呢。小乌龟不见了，他们去哪儿了？多哥很难过，我们来帮帮他吧。先帮他把眼泪擦干净，然后和他一起找小乌龟。找出小乌龟吧。小朋友，东西丢了，可以找别人帮忙哦。我想吃冰淇淋，可是爸爸不让我吃。
依依很难过，我们来帮帮她吧，先帮她把眼泪擦干净，然后和她一起玩好不好？依依，我们来比赛拔萝卜吧，准备好了吗？小朋友，冰淇淋吃多了，肚子会痛哦。嗨，欢迎来到妙妙的烘焙屋，和妙妙一起开心地做甜品吧。今天要做的甜品是什么呢？打开包裹看看吧。Thank you.
热啊！你想吃什么甜点呢？你想做什么呢？选择一种你喜欢的甜筒口味吧。水蜜桃味，倒入牛奶吧。用搅拌器搅拌一下吧。倒入冰淇淋浆，就可以制作甜筒了。选择你喜欢的甜筒吧。拉动把手，制作美味的甜筒吧。选择喜欢的装饰吧。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快喂给点点吃吧。冰淇淋要吃慢一点呢。谢谢。吃什么甜点呢？你想做什么呢？选择你喜欢的饮料吧。柳橙汁。把倒好的模具放进冰箱吧。按住按钮，开始制作冰块。宝宝坐电梯，宝。你们要去哪？你们怎么了？草原之王大狮子来了！
大狮子，我是大狮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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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大狮子。哇，原来是大狮子！我是大狮子，大狮子，威猛的狮子，大狮子，张开大大的嘴巴，露出长长的尖牙，走在辽阔的草原，大家都害怕。蹦沙卡拉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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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眼睛、鼻子、耳朵都可怕。大家怎么都逃跑了呢？我是大狮子，大狮子，威猛的狮子，大狮子。你看我跑得多快，有尖有长的爪子，跑在辽阔的草原，大家都害怕。大狮子，大狮子，我是大狮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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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大狮子。原来是大狮子。是大狮子，大狮子，威猛的狮子，大狮子，张开大大的嘴巴，露出长长的尖牙，走在辽阔的草原，大家都害怕。蹦沙卡拉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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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眼睛、鼻子、耳朵都可怕。大家怎么都逃跑了呢？我是大狮子，大狮子，威猛的狮子，大狮子。你看我跑得多快，又尖又长的爪子，跑在辽阔的草原，大家都害怕。蹦沙卡拉卡，蹦沙卡拉卡，蹦沙卡拉卡，蹦沙卡拉卡。数学大冒险第三集：数字迷宫。怎么办？竟然被他们破解了密码。他们跑了。放心，他们一定跑不远的。我们追。怎么会这样？等等我。有两条路，我们走哪边好呢？这路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也没见过这样的路牌。不要紧，我猜一定是这边。这是数字迷宫，他们肯定找不到正确的路，会永远被困在里面。那我们要怎么抓住他们？追上去不就行了？那我们是不是也会被困住了？这是一个问题，好难过。只要抓住他们，大王就会来接我们的。是吗？这里好像是刚才我们出发的地方。好像是啊。不好了，我们一定是迷路了。嘟嘟，怎么办？别着急，这应该是一个数字迷宫。是的，迷宫里一定会有提示的。说的没错，小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找找哪里有提示吧。是那个路牌吗？你们看得懂路牌上的提示吗？是的，这个路牌就是迷宫的提示。让我来数一数路牌上有几个胡萝卜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这里的胡萝卜太多了，我数不过来。我们只会数到五。嘟嘟，你会吗？当然，和我一起学习儿歌《数番茄》。你们很快就能学会了，和我一起说：宝宝巴士奇妙数学来帮忙。
茄，三个番茄哟，四个番茄，五个番茄，六个番茄哟，七个番茄，八个番茄，九个番茄，十个番茄，一个番茄，两个番茄，三个番茄哟，四个番茄，五个番茄，六个番茄哟，七个番茄，八个番茄，九个番茄，十个番茄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路牌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应该是六，这是错误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这个是正确的，我们应该往六的这边走。所以我们只要往数量和数字相同的方向走，就可以顺利地走出迷宫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出发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个番茄不是这条路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八个番茄也不是这条路。一、二、三。七，七个番茄，数字也是七，是这条路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数对了吗？耶、yeah, ，我们继续前进吧。可恶，怎么会跟丢了？而且我们好像迷路了，好难过啊！三条路，我们该走哪条？我猜应该是中间这条路。听我的，走左边这条。可我觉得是右边的。石头剪刀布，谁赢了听谁的。听我的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走出迷宫了。可是我们又有新的麻烦了。这要怎么办呢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看这里有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魔法炸弹吧。我知道了，我们要用魔法炸弹清除仙人掌路障。可是要怎么做呢？让我们一起数一数前面有几颗仙人掌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是七颗仙人掌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吗？我知道了，我们应该选写着七的魔法炸弹。是的。太好了，果然是这个办法。路障清除，继续前进。这关好吓人，这次让我来数。喵喵加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是八。琪琪，幸好你反应快。这没什么了。这里还有，这次让我们一起来数吧。小朋友们，一起数一数吧，看看我们要选哪个魔法炸弹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
七八，我看到八颗。我也看到的是八颗，应该选写着八的数字魔法炸弹。哟，呵。糟了，原来有九颗菠萝，我们数错了。有只大怪鸟冲过来了，快跑！舒克到底在哪里？是琴琴，我是妙妙。今天我们要去猫叔叔家帮忙照顾宝宝，跟我们一起出发吧。啊，琪琪、妙妙，你们来了。你好，猫叔叔。今天啊，要麻烦你们帮我照顾宝宝了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们吧。我妈是便便便，奇妙小保姆。谢谢你们，不客气。今天奇奇妙妙帮助了猫叔叔照顾了小宝宝，我们一起颁个奖章给他们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奇奇，我是妙妙。小朋友，你们知道警察叔叔是怎么守护我们的安全吗？今天我们要变身成小小警察，到街上去巡逻哦，快跟我们一起出发吧。宝宝巴士变变变，奇妙小警察。小小警察开着警车到处巡逻，看见一个迷路小孩，别担心，我帮你找到妈妈。我是一个小小警察，开着警车帮助大家，小警察开着警车带你回家，终于找到。
奇奇妙妙，谢谢你们的帮忙。哇，今天奇奇妙妙帮助小猫找到了妈妈，我们一起颁个奖章给他们吧。全都吃完了。哇！你怎么买了那么多糖果？因为我喜欢吃糖果啊，我买了各种口味的糖果。小鳄鱼，吃太多糖果要小心蛀牙哦。Thank you.
来组装车子吧。